A robot uniquely designed to go anywhere you can. 传统我们要去工厂巡检，手里要有一把手持红外热像仪，去得到一张清晰的红外图片。但是有了机器狗呢，大家接着看视频。A robot uniquely designed to go anywhere you can and equipped with a high-resolution thermal sensor. 除了巡检以外，目前机器狗已经能做到简单的去帮你操作，打开门，去到现场，去操作，包括电器柜的开关帮你打开，甚至拧动阀门。科技给带来的便利会指日可待，我估计在很快的这种设备就会量产，我们就会在改变目前的这种巡检状态，科技改变未来。